许多年前，我离开了家乡，带着青涩懵懂，还有倔强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，满腔热血，发誓一定要奔出个模样。许多年后，我回到了故乡，拖着单薄行囊，掩饰慌张。当我面对周围诧异的目光，心里的慌，不知如何开口讲。我站在儿时的小巷，回头望，再也看不了那个快乐的少年了。数着自己翻过的白墙，童年的涂鸦被岁月阻挡。我冲在儿时的小巷，回头望，再也看不了曾经青春的模样。时光总说话，不堪不伤，白色系的脸庞多了几许沧桑。许多年后，我回到了故乡，拖着单薄行囊，也是慌张。当我面对周围防御的目光，心里的话不知如何开口讲。我冲在儿时的小巷，回头望，再也看不到那个快乐的少年了。数着自己翻过的白墙，痛的涂鸦被岁月阻挡。我冲在儿时的小巷，回头望，再也看不了曾经青春的模样。时光总说话，不堪不伤，而自己的脸庞多了几许沧桑。准备搞生活了，今天做一个四川不是贵州那边的吃法嘛，也不叫菜，就是大杂烩。这个是一些蔬菜豆腐、皮蛋，这个是高科技土豆粉，就吃这几样够了。这个是刚才打好的辣椒面了，来一点，少来一点，太辣了。直接加入山泉水啊，其他佐料不用放了啊，直接就这样煮就行。这个辣椒油里面调个味啊，放点生抽、小抽抽、胡椒油，增加它的风味和独特性。少来一点盐，香菜搞里头，把这个高科技啊搞里头，全部里头搞。这个豆腐啊搞里头。
煮得快熟了，把这个土豆粉搞里头。哎呦，好久没吃土豆粉了。被开饭了啊！一盆这个大杂烩，还有一些高科技，是吧？还有两个皮蛋，嘿嘿，这个是灵魂蘸酱。闲点的人吃一点，日子也是好起来了，吃上高科技了，然后喝二两这个白水，先走一个吧。舒坦，尝一下。哎呦，好香。好辣哟，好香。哇，这个蘸酱做得好，太香了。这蘸酱，也是好久没吃这个高科技了，尝一下吧。主要是老人了，老人家没吃过，买来尝一下。我的话倒是经常吃。哇，买了青菜，哎呀，这个蘸酱的话，哇，自己打的这个辣椒面好辣呀，就是我田里种的那个辣椒晒干了，特别辣，感觉辣椒放多了。哇，我的味道，哇，像贵州那边的话，喜欢这样煮了，然后呢蘸着吃。我以前也去过贵州的嘛。暖糯鲜香的。高科技味浓。来点这个土豆粉蘸着。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，要喝点水。搞点这个稀饭来喝一下。买一个皮蛋蘸一下，哇哇哇！哎呀，哇，这皮蛋可以，这皮蛋美滋滋。黑山帝国都不买皮蛋了，咱这个最小年纪儿皮蛋好吃的，他都不给咱买。这两天呢又在下雨，又没出去玩，也没事做，天天都在躺平。你不也是？今天中午他趴在那个树下面，在那里捉斑鸠。来，他趴在那里这样趴着，然后斑鸠在前面。他躲在那个树后面，他在那里趴了半个小时，但是他斑鸠不知道看不看到他，他就不敢过来。然后我就拿个石子，不是拿个什么东西，
在这个上面把那个斑鸠给吓走了，毕竟是保护动物。嗯，以后别去捉斑鸠了，请看回放。看到没有，他就是扒在那里。我看斑，是我把斑鸠给吓走的，怎么样？看到了我就把它吓走，那我没看到我也没办法，捉住了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